哎呀！Thank you.
走走，我们先走走走。走走再抱抱。等一下，爸爸就抱你。Thank you.
在业界。觉得说家里也不了解，这么忙碌回到家的一些需求，所以沟通上就出了很大的问题。那直到有一次在就是安慰一位朋友的过程中，就是慢慢的跟他感情越来越深，那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，其实这个过程时间大概两年。其实到最后就是真的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的情况之下，是在一个晚上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当天晚上其实我们都没有睡觉，就是只能在想怎么办，因为想说这段婚姻就这样
后也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小孩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到脑筋天空。我就在天亮的时候呢，就是突然想到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你，是非常非常。有创作的过山石，对。
想啊